大家好，我是二毛，今天我们来拍一批逃离医生。为什么没有 BGM？ 导演 BGM 响起。这个男的就是医生，这里我们赶紧躲起来吧。算了，我们就躲着。这条走廊没有。到其他地方找找，看下小姐姐的仪容台下面有没有。算了，还是先看这条走廊。看一下这个病房有没有，也是没有。这里我们加速一下。我听到他说话了，他就在附近。我们反方向绕。这里我们也加速一下。现在的话就在这里待着。我们就在这里卡着。现在我们去找他吧。刚才在这里听到脚步声。我们现在找一下原来的这个病房，也是没有。算了，到小姐姐的收银台那里找一下吧。算了，还是在这里考虑一下吧。只要在这里守着，她就不敢出来。现在我们到这里卡波视角。你们看见那个人了吗？反正我看到了。这里我们待着不动，看一下他要干嘛。他还在那里待着。我得赶紧走。此视频到此为止，过时站更新。